你以后呀就负责李总的用车安排，要定期保养车辆。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就先熟悉一下车辆。朱小明，蘑菇哥，哎呦，我真是你啊！哎呀，咋再碰到你啊？多少年没见了，你这混得可以啊！这写字楼里可都是大公司，以后多多关照啊。没问题，咱俩找个地方叙叙吧。走啊，就坐我这个车去啊！但是今天说好了，这顿饭我请，你必须跟我抢。虽然说这个串啊已经不是以前的味道了，但是这个传奇游戏啊还是以前的那个传奇。这个传奇游戏咱俩得练，那必须的，肯定得练。哎，李总，原来你们已经认识了，这是公司给你新配的司机，叫小明。李蘑菇，你原来你就是李总啊。哎呀，以后啊还是我请了啊，走，约会。哎，我真的是服了你，你技术真的是，怎么搞？李总，开会了。有你可在这开完会，你这个秘书玩太差劲了，赶紧上！他不行，我来了嘛！啊！哎呦，哦，咱家确实好玩啊！刚才，打什么打？去在门口看看，跟人进来。来，先生，我也想玩。